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今天粉丝给我打电话说想看阿拉斯加、哈士奇、边牧。那么今天我联系了一个朋友，他这儿养了有将近100条的种狗，咱们一块去看一下他这狗到底养的怎么样，有没有小狗。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啊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。那行，咱们一块去看一下他的狗场里边的狗到底怎么样。好，现在咱们到了啊，咱们刚进门就听到了狗叫。首先咱们看到的是阿拉斯加啊，这边是哈士奇、边牧啊，里边还看了一条沙漠雁，可以看一下啊。这边是有金毛，咱一眼望去啊，这边20多条，再加上这边的10几条，可以看一下阿拉斯加、灰桃、红十字，那边是陨石的边牧啊，这边是一条阿拉的种狗，这是一条黑十字的一条种狗，现在是1岁多。来，咱们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。镜头里边看不出来啊，现实中这个狗将近140斤，腿非常的粗，也非常的胖啊。因为我这镜头和大家现实中看的是不一样的啊，非常的胖。这是这个大哥啊掏重金引进回来的统一的儿子，非常的不错啊。哇，看着大体型啊，站起来啊比我都高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一顿不能吃多少，看着大大爪子比一块砖都大，可以看一下，比一块砖的宽度都宽啊。这大体型将近140斤的狗啊，吃的是真胖啊。好，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，里边有啊，这里边还有啊，这是一条红十字的种狗。那么这个门关着呢，一会儿让大哥把门开一下，咱们好好去里边看一下。那边啊，哈士奇、金毛、边牧啊，里边都有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让大哥把门开开啊，咱们一块来看一下。这边啊，哈士奇啊，我们这边比较流行的是双蓝眼的哈士奇，黑白边牧，七白三通的啊。这边有哈士奇，这里还有一条枫叶红的金毛啊，颜色非常红。然后咱们看啊，阿拉，这是一条公狗，狼版的啊，可以看一下里边，哈士奇、阿拉，这一下过来啊，可以看一下，几十条都没有了啊。你这边啊，最顶头是一条红十字的阿拉的公狗，也是一条种狗。这边是灰桃阿拉斯加啊，这边普遍的阿拉斯加会多一点。这边是边牧啊，放着啊，这是一条灰桃的一条种狗，现在刚1岁。你看这哈士奇，双蓝眼三把火，阿拉斯加，每个狗笼上面都放了一个狗盆啊，第一个让它用餐，第二个让它喝水。哎，这里边还有啊，灰十字的阿拉斯加。那么咱们重点来看看啊，这条红十字阿拉斯加的一条种狗，这是雄版的啊，体重130斤。那么镜头里边和现实中咱们看的是有差距的，可以看它的大头版。这条狗的耳朵没有立起来啊，看了没有，耳朵没有立起来啊，耳朵是跌下来的，腿骨架非常的到位，这红十字真不错。咱们来到啊这个大哥的产房了，咱们一块来欣赏一下。这个大哥产房设计的还不错啊，这里边是哈士奇，在小箱里边啊，这里箱里边有个卡扣，门打开让大家看看啊，这窝哈士奇怎么样。来看一下这哈士奇啊，现在有20天左右了，眼睛已经睁开了，三把火，双蓝眼的啊，这个火是非常的正。哇，各个小家伙吃的啊挺胖的，里边还给他弄了一个加热的灯。我们这边的温度现在在-2度左右，最高温度是7-8度。这个产房设计的还不错。来，这里边还有啊，继续欣赏。这边有啊，哈士奇啊，阿拉斯加放在了一起，这也是哈士奇啊，双蓝眼撒把火的，里面也有6-7条。来这边看啊，边牧啊，这里边是边牧，这窝边牧已经卖完了，就剩这条陨石色的一条小母了。
啊，这让大哥给拿出来，咱们一块来看一下。这是一条陨石色的一条小母，现在40多天了，放在这上边，不错啊，不错，哇，不错，没出来过啊，胆子是有点小。啊，对外边的啊，对外边的东西还是比较陌生了。可以看一下，这边阿拉斯加啊也生狗崽了。我不敢离它太近，我怕它呼指的时候咬我。这边也有啊，边牧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窝边牧不错啊，花色也不错。哎，可以看一下，黑白的陨石的，随便看一下就是700三通的啊，真的不错啊，警惕性还是很高的。啊，这一期的视频啊，就带大家看这里。你们想看什么狗的话，评论区给丫丫留言。没有给丫丫点关注的话，这边给丫丫点点关注。再见。